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夫奇社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，这是我们1661集。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变形金刚第7集的周边产品啊，台湾的反斗城给它叫做武器战将系列的金刚王，它可以变成一把枪，这个玩具非常的抢手啊。那前几天刚发售，被人家一扫而光。那玩了一下，哎，确实这个玩具非常非常的不赖哦。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星星的形态，这个四肢比例可以说非常的好看，虽然可以看到一些空洞，但它毕竟是个非常小体型的玩具，而且它的手呢，两侧呢是大炮的这个机构，看上去很有力量感。而它的头雕做的真的可以，虽然小了点，肉了点，糊了点，但是这个眼睛点上去之后啊，整个画龙点睛，那头还可以转啊，这个就好上非常的多。那么它的一个胸部啊、腹部啊都是有这个肌肉的一个结构，后肢的话呢也有一些细节的刻画，如果你愿意的话呢，也是可以让它稍微有一个站立的一个动作，但是站的时候呢，就是你可能要稍微去 handle 一下它的一个比重。那整个玩具的话呢，最大的醍醐味呢，就是它可以变形成一把这个武器，而且它比起其他几个家伙来讲，它比较有趣啊。我们来变形一下好了啊，这个首先头部反转180度，然后呢，肚子这个地方给它打开，这个地方给翻起来，然后呢，手臂内侧这个地方翻出来，两侧翻出来，我们可以看到啊，这个手炮这里是有香槟银的一个涂装，非常的可以啊。然后呢，透过它上方的这个开口处呢，把整个手啊就往前面推进来，啊，这个手这样合起来，让我想到了电影第一集的这个 Megatron 的这个双手的这个融合火炮的感觉哈、啊，非常非常的赞啊，这个感觉，哎，这样子过来，然后呢，啊，这里啊。这个部件要记得推进来，那它两侧的话呢有这个凸跟凹可以做一个结合，这样子推进来，然后呢扣上，由于里头看不到啊，你就稍微去盲推一下，但是因为公差算的还蛮准的，应该是不会很难才对啊，这样扣起来了。好，那么呢这个脚的话呢就顺势推在下方就行了。 OK， 它的一个大炮的一个形态已经变完了，还算有模有样啊。这个因为头转到下方去了啊，所以大部分的你这有这个金刚的手啊，但是我们可以应该可以忽略，而且涂装确实可以啊，它这个是香槟银，然后这是银色，所以看上去还可以。然后它可以跟你只要是 5mm 动的啊都可以拿，那因为我们有 SS102， 所以就暂时拿一个电影里头没有变形的这一款这个声音啊。 OK， 拿在手上的比例还可以。那如果你有 Yolo Park 的话呢，它所附带的替换手里头也是有拳头里头有洞的。那有趣的就是说，它是可以给金刚王自己拿自己的啊、哦，所以这个搭档看起来我觉得就有点意思啊。其实我确实也是看到网络上有人做这样子的一个拿法，我就觉得哎这样子真的是太有趣了啊。所以这款玩具的话呢，就托我的好朋友呢在台北的一个算首卖的一个会场上呢去拿到了啊。蛮有趣的、啊、小小的推荐给大家，那这一期就给各位进行到这边，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